各位老师好，我们要学习的是双手剑挽花的动作。双手挽花呢，相对来说是要有一定的难处的啊，不像单手那么容易。我今天练的剑呢，就是没有这个双剑，我就只好用两个就是各自的剑来练啊。双手呢，就是右手挽花，背后挽花会了之后，左手也会了，它两个手的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双手剑挽花啊。这样呢，让你的身体来回的松胯转腰，不仅手臂、手腕，整个身体都非常的灵活啊。好，两手握剑，呈上下姿势。然后这个腿部呢，也是与肩同宽，或者比肩略宽一点都可以啊。这样，竖直，剑面向前。挽花的时候你记着啊，跟咱单手是一样的，直接的就不要一二三四走了，直接的你看重心左移，翻腕向上，剑尖由前向下继续翻转啊，然后合于身后的时候重心是在右腿，合于身后的时候重心是在右腿，然后呢身体左转的时候注意右手剑由右向左侧画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左手剑直接要位于身后了，因为两个剑呢是不能碰到一起的，要一前一后，只有这样才可以不让剑身碰到一起，要碰到一起的话这个就是失败的动作啊。注意看啊，左转向前，看剑把向前的时候左手剑翻腕合于身后，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再去画圆了，就直接先合到身后就可以了啊。这样子你看这时候呢是右手剑把在左侧，这个左手剑把呢也是在下侧，不是在左侧了啊。这样子等于是一个平的一个上的，是这么做的啊。这样你看左手是合于身后，右手剑是持平在前，然后身体右转的时候你看右手剑走立圆回来，向身体右转的时候你看左手剑呢这时候你看由左侧向右侧画弧了，是吧，剑把带动剑身，就和咱单手做是一样的啊，习惯了就会慢慢的就会了。然后右手剑过来之后回圆之后又在提后挽花，这样子做啊。他向下挽花的时候重心是在左腿，向上翻转的时候呢你看左手剑由右向左回圆，是吧，然后再提后画圆，这时候你看啊，在身体的后侧画弧，翻腕向上，同时你看这样子来做，走，他向后他向上，你看一个向上一个向下，然后他挽花的时候呢右手挽花的时候左手就向后挽花了，你看啊，这样子做，走，一定不要叫他碰到一起，记着啊，左手剑和右手剑，右剑在前的时候左剑呢就是合到身体的中线，是这么做的，然后右手剑合到这个中线的时候呢左手剑呢就是开始翻转走，这个身体左转右转幅度要大，不像咱单手的那个幅度稍微小一点，这个幅度你小的话这样子坐着呢就显得腰身比较呆板啊，就是你看结合导重心导重心，这样子，这样，这是连贯练习啊，两腿一直保持屈蹲状态，不是站直的身体，包括这个单手的啊，都是屈蹲的。
这样才能结合这个腰身的转动，做出来动作就不一样了。你如果身体站直就这样光走剑，这等于是光练这个手腕了，没有结合身法，是吧？结合身法，来，背后再看一次啊，预备，一，重心左移，挽花，向上合的时候，身体右转，重心移至右腿，然后向左侧转的时候，左手剑合于身后，这样啊，然后右手剑回圆，身体右转，这时候左手剑，你看，右手向下的时候，左手向上翻转，然后右手合的时候，哎，左剑到提后了，这样子啊，翻，走，每一个剑都是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啊，这样子，走，走。走，加速，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记着一前一后，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啊，两个键都是形成一个对立的动作，如果你不对立，你一顺那么就做不了啊！来，再来一次啊！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翻转，走，六，走，走，不要让剑碰到一起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再来一次加速的啊！好，好的，双手挽花就是没事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剑，可以拿两根小棍或者是单刀都可以，刀和剑的挽花基本上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这些挽花和刀术是一样的，经常练习会越来越熟练。感谢大家。东武太极